光之力的枪挑，一年辛苦攒钱，飞驰奔跑的路线，哪怕冰雪天，趟过鞭炮的童年，新年压岁钱，温暖365个孤单回家过年。中国人的情怀千百年不变，围坐吃顿团圆饭，聊天到每日每夜，相互取暖的眷恋热乎乎蔓延，祝福的话语都在久别小雨之间，回家过年。久远他乡的可见，父母兄弟笑脸，魂牵梦绕的泪水，整天红对脸，无论国外国内有钱没钱，故乡根脉的无声呼唤，回家过年。中国人的情怀千百年不变，围坐吃顿团圆饭，聊天到每日每夜，相互取暖的眷恋热乎乎蔓延，祝福的话语都在久别小雨之间，回家过年。中国节的喜庆内涵里无边，乡音喊一声拜年，热爆了天伦和欢，十里八乡访亲友，红彤彤一片，最美的年味是守望文明，迎接又一个春天。春风吹响春节序曲，春来了，春上泰山云天外，熠熠春色染绿泰汶大地，春来了，春下汶水冰雪开，丝丝春光舞弄喜庆身姿，春来了，春尽万家福运来，悠悠春意送上新年贺词，春来了，春满华夏又一载，泰山的祝福，幸福相伴，年年岁岁，盛世相随，和和美美。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2023年泰安市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值此新春佳节，我们向全市人民拜年了。我们向坚守泰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民警和所有节日期间依然工作的劳动者们致以新春问候。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也是泰安发展史上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有一种信仰叫登高望远、奋力争先，乘二十大东风，扬新征程进帆。我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重任在肩，使命如磐，目标笃定，信心满满。这一年有一种坚韧叫同心抗疫，共克时艰。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凝聚起温暖的火焰，汇聚成冬日的一股股暖流。这一年有一种担当叫勇挑重担，聚力发展。这一年有一种执着叫改革创新，敬畏争先。这一年有一种情怀叫心系百姓，物阜民安。
是非经过不知难，人间万事出艰辛。回首过去这一年，走过的每一步都很不容易，奋斗的每一天都很精彩，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值得珍惜。哎，倒水。
这里是泰山区北上高新家园，过年了，乔迁新居的居民们兴高采烈舞起来。如何紧抓安居乐业，如何绘就民生幸福底色，北上高用实实在在的担当与作为，做出了让老百姓贴心、舒心、开心的回答。安居乐业是重要的民生大事，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保障。多年来，我市上下初心向民、使命担当，下大气力改善群众居住环境，不断增添幸福生活加速度。95啊，95了啊！搬了新房，高不高兴？哎呀，可高兴！作为一名普通村民来讲，我很感恩我们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能住上这么宽敞明亮的好房子。我们2委办的工作目标，就是用我们的努力，让老百姓幸福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这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个工作目标。我们在北上高村为大家拜年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泰安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春节好，我叫张建文。在我20岁的时候，离开山东家乡，到南京大学读书工作，至今有70年。春节来临，我祝愿泰山更加美丽，泰安更加发展，老乡们更加安康幸福。兔儿蹦蹦跳，新年又来到，家乡的父老乡亲，大家新年好！祝愿我们的家乡在新的一年里突飞猛进，越来越好。祝家乡的父老乡亲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大展宏图。祝父老乡亲兔年红火火火，快快乐乐，幸福生活。请注意，咱们开往上海的844列车因为9级大风把火车头刮歪趴窝了啊，咱们都休息休息休息一会儿吧。哎呀，真有意思。没有，不怕顶风。对对对，您看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刚刚落幕，对咱们中国队呀，很遗憾没有入选。提他干嘛？对这儿你怎么看呀？我站着看，坐着看，躺着看，拿着大顶看，我怎么看？我问您是什么看法？太简单了，嗯，情理之中啊，意料之中啊。那您给他们写副对子，给他们写副对子啊，听我的啊。嗯，上联是磨磨唧唧，毛毛糙糙，年年失失败败。下联庸庸碌碌，糊糊涂涂，场场输输平平，就没赢过，横批海参克星啊，海参克星啊，这横批太有意思了，都有共鸣。你给观众朋友们写一副，
观众朋友们都不需要了，特别需要，都不喜欢，非常喜欢，都不欢迎，非常欢迎，非得写，非得写，那咱们就不写这个横批了，大家伙就等着看您这横批呢，非看这横批。对，那您可听好了，嗯，我这上联是请诸位看春晚，兴高采烈。下联儿，听我俩说相声，大笑几回。横批，多福多寿。这回怎么这么好啊？我怕挨揍。嗨。一条龙骨肩上横，两个虎胆腰间重，炼丹挑水家常活让，红里装满了少林功，嘿大呀咿呀嘿，炼丹里头是枪棒，手抓空力无穷，走后恨呐战如钟，山里虎啸那手人风，嘿大呀咿呀嘿。
五岳独尊，你拔地擎天，雄风盖世，你气象万千，托举日出，把苍生温暖，云海缠绵，把中华眷恋。中华泰山有你，就有国泰民安。青天饱经过多少沧桑艰难，雄风盖世，你气象万千，还有多少人不识泰山？是汤汉威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现场。新春到来之际，工作在一线的产业员工们与来自大冶区绝育镇的农民一道载歌载舞欢度节日。
作为滩市高端化工产业链项目，秉承高端绿色创新发展理念，在新型工业化强势建设中奋力争先。去年各项考核指标均取得优异成绩，成功入选全省十强产业验证型集群，为全力打造泰安高端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转型发展示范区做出突出贡献。新春佳节，我们向全市人民送上祝福，祝大家兔年大吉，幸福安康。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祝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我祝家乡的发展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各位家乡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李九胜，老家是东平县彭集镇崔庄，现在在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工作。从92年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但对于家乡的思念从来没有改变。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衷心祝福家乡的亲人朋友和一直关心我的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美满，阖家幸福。祝愿家乡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富强。希望今后有机会为家乡的建设贡献我的微薄之力。家乡的父老乡亲过年好。在这新年到来之际，泰安人王祥斌在成都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拜年了。万物变迁，乡情不改，不管走多远，永远都是泰安人。在此我诚挚地祝福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万事如意，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兔年大吉。同时祝我们美丽的泰安更加繁荣昌盛，蒸蒸日上，越来越好。一生不孤啼，春风十万里，枝头桃花红，陌上杨柳绿，这方刚播种，那边又开离。春风十万里，十万好消息。春天是一首向上的歌，春天是一幅温馨的画，春天是一个多彩的梦，天地间飞翔千万里。春天是一幅
竹板一打表一表，先给大家问声好，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过年好。一听竹板就知道您怎么还是老一套啊、嗯、什么表一表问声好，说学逗唱的没有跑，上台就来这个劲儿、嗯、你想说点什么事儿啊？我啊，说呀。我想说市委市府发号召，老旧小区在改造。嘿，这话这个简单又明了，老旧小区改造好啊。冬天过去迎来春，春暖花开一片新，新天新地新风尚，到处一片新气象，冲锋号已吹响，心连心构建和谐跟着党。对对对，跟着党手挽手，坚定不移跟党走。这个老城区职工楼居民叫苦喋不休，这个张大婶呀、李大爷、王大妈呀、夏叔叔，他们一块诉苦不想走。张婶说是屋漏水，李大爷埋怨那臭水沟，门前电线是一团麻，停水停电的没办法。嗨，我儿子嗯，好不容易找了个女朋友哦，那个闺女啊，一到那屋里啊，扭头就走啊。嗨，不是说我家的房子小，就是嫌这小区又旧又破又古老。赵家的孙子萝卜头是天天吵着住新楼，面积小来破又旧，小孩玩耍不自由、嗯、绿化苗木无人修，车辆进出让人忧，外观破损得绕着走。怎么着？路过呀要小心，打打打打打打打破头啊。三五小区要改造，物业管理很重要，该献策是就献策，民生工程人有责，小区物业全覆盖，人人都献那一份爱呀、啊、三位一体有体系，这个三进三这三制共管理，自治德治法治守规则，该配合是要配合，想要这个管理好，物业交费不能少。对，这个居住安全，水电改造，楼顶防水，地下管网违建拆除，环境整治便民市场，视频监控绿化停车，路灯改水。哎，停停停停停停，怎么了？这么多工作可都是咱们物业做的嘞。对呀，所以呀，我们大家要该出力时要出力，志愿服务了不得，物业管理新环境，该出钱时都出钱，大家都来做贡献。大宣传大动员，大拆除大落实，大改造大管理，大创新大力度，住新楼笑开颜，消防安全重如山。对对对，消防安全重如山，人人防火保平安，出门之前要断电，楼梯不能乱搭线，电动车这个楼梯充电的有隐患，容易起火不安全，车辆这个停放规则不能无，生命通道的不能堵。新的小区您高兴、嗯、新的小区我激动，老旧小区改造好，全靠党的好领导，住新楼笑开颜，高举旗帜勇向前，老旧小区换新颜，欢天喜地过大年，二十大精神指航程，团结一心向前行，向前行。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白鹭成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到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再到中国十大秀美之城，诸多殊荣背后是泰安坚持生态优先、增进民生福祉的担当与作为。Thank you.
泰山女儿茶，清香满山崖，枝头上吐绿，谷雨中发芽，灵韵泰山来，自古留佳话。自古留佳话。
叫泰山女儿唱，女儿唱呀，女儿唱，美丽传天下，美丽传天下。全体演员祝各位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境、黄河流域、大保护、大治理、大发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长路浩荡，万事可期，面向未来，让我们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登高望远，奋力争先。天南地北泰安人董玉涛，天南地北泰安人赵先成，在吉林延边向家乡人民拜年了，祝家乡人民十九岁年丰国泰，迎新春人寿民安，兔年吉祥。大家好，春节即将来临，严超在厦门遥祝家乡的父老乡亲春节愉快，阖家欢乐，幸福安康。我虽然在异地他乡，但也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变化，为家乡的迅速发展感到无比的自豪。我衷心的祝愿新的一年里，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家乡会更加朝气蓬勃，突飞猛进，更上一层。在此给大家拜年了。谁把香囊挂天上，撒下遍地百合香，谁剪彩霞披山岗，姹紫嫣红敬春光。花香跟着脚步走，歌声随着溪水流，摘朵百合做翅膀，乡村振兴梦飞翔。谁把香囊挂天上，撒下遍地百合香。百合为媒，情为镜，千里飞来尽凤凰。谁剪彩霞披山岗，姹紫嫣红敬春光。声随着溪水淌，蝴蝶舞，百鸟唱，羊儿叫，风儿忙。摘朵百合做翅膀，乡村振兴梦飞翔。山岗，姹紫嫣红敬春光。花香跟着脚步走，歌声随着溪水。摘朵百合做
接下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因为我要争取用我的两只手骗过每一位的眼睛。下面有请我的搭档，有请。他上台的目的呢，是要代替大家来检查接下来用到的道具。你好，你好，请坐。怎么称呼？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不是我的托吧？那肯定不是。很多人都认为魔术师会用到托，今天真的不是，因为接下来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检查我要用到的东西。首先要用到的是我的手，摸一摸是不是真的。这，哎呀，怪不好意思的。是真的吧？是真的，是真的。不瞒诸位，除此之外，我还用到的这样物品。作为魔术师，手是一定要很灵活的。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的手灵活呢？就是训练关于手指的灵活性。我要用到的是它。魔方一共有六个面，如果要把这个魔方打乱的话，现在世界纪录保持者想要还原它可能就三秒多一点。今天我要在你面前做一项挑战。你打算几秒？我大概要用到一秒，一分钟左右。哦，嗨，这一分钟前面59秒都是台词啊。哦，关键是最后把魔方放进这个空的袋子里，也就一秒钟它就会还原。怎么样？哎，怎么还上手了呢？很多人都和他一样非常的好奇，是不是证明这个袋子里还有一个。恭喜你回答正。答错了。很棒很棒。你是不是认为我手抓着呢？有一点。这不瞒大家，这个袋子真的是空的。哇，太棒了。接下来你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来了。嗯，我想请你检查一下这个魔方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怀疑这个是不是什么高科技可以一键还原的。来，把它打乱，就像你平时在家里玩魔方一样。哎，这个手法一看是非常的业余，不过还好，是不是不太经常玩魔方？在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被一个人打乱的魔方会形成7亿亿种不同的面，也就是说这就是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密码器，你想停就停下来，可以了吗？很好，我觉得可以了。经过他费尽周折之后，我们得到一个非常乱的魔方。下面我要重新的回放刚才的那段表演，诸位千万不要眨眼睛，把魔方放进袋子，只要一秒钟。哎，好了，不逗你了。其实我准备了俩，所以。你和魔术师在一起，眼睛一定要睁大点，指不定什么时候我就瞒天过海了。很厉害，很厉害。但重点是接下来，这是你刚才打乱的魔方，我们放在这儿就不动了。接下来才是重点，各位，我要将我手上的魔方也打乱，但是我希望和这个魔方有着某种联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差不多了。你会发现。魔方哦，一样的，有一面是完全一样的，不止它的第一面，还有它的第二面，哇，以及第三面，哎，真的是，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第四面，还有第五面和第六面，第六面，怎么样？喜欢哪一个？送给我了吗？喜欢哪一个？我喜欢那个。喜欢这个？对，很好。各位，其实只要相信，奇迹一直就在我们的眼前。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重点，如果把魔方放在我们的眼前，只要轻轻的晃动一下，你会发现它一直是还原的。谢谢你的掌声。朋友们说了，哇，这真的是太快了。其实这还不算什么，今天是春晚，我们要来一点大家平时看不到的节目，怎么样？比如呢？很好奇吧？嗯，很好。过年了，大家难免会走亲访友，走亲访友的时候就会经常和一些人在一起玩玩扑克，打打麻将。接下来我要给你看点不一样的。很好奇，这是扑克牌？纸牌。纸牌呢，有54张。嗯，
这是它的正面，每张都不一样，这是它的背面。所以接下来我建议你一定要看好，因为我要超近距离的来欺骗你。来了，我们会找到整个比较大一点的，哦，红色的 K。一副牌有几张红色的 K， 知道吗？两张。是的，第二张就在这里。哦，这是两张红色的 K， 下面我用一秒钟找到两张黑色的 K。一秒钟。但今天不会，因为红色的 K 一直在我的手上。那，而这里就是。我忍不住想动手。黑色的 K。我可以检查一下。检查一下，摸一摸。各位，接下来，我们要用这几张 K， 给大家做一段表演。一、二、三、四，能看清楚吧？可以。好，红色，第一张。黑色，红色，黑色。对。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再碰到它了。哦。帮我盯着点。好。除此之外，我要找到几张，和你的幸运数字有关，我来猜一下。有没有这些？比如说十、一、二、三、四。首先，我要用我的牌和这些牌做一个瞬间的交换。这是第一张。注意哦，帮我盯着它，只要轻轻的晃一下，你会发现，第二张就跑了过来。呀。然后是第三张，难度越来越大。四个 K， 所以他是怎么没的呢？是的，重点是变过来很容易，关键是怎么再还回去。忘掉刚才过去的事情，你会发现这里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过什么 K。这是怎么做到的？你会觉得那这里究竟还是不是 K？ 不瞒诸位，这四张牌我们来一张一张检查一下。一、二、三、四。第一张 K。 哇。第二张，第三张，包括第四张。哎，神了，这是怎么做到的？是的，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很神奇的话，那就错了。啊，盯着它，这四张牌其实它一直有着一些微妙的变化。哦，这是泰山的祝福，来自我们泰山的祝福。各位，一、二、三、四，是的，我们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了祝福，就是兔年大吉，新春快乐。最后，我们给大家拜个年吧。好，在这儿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百年承诺。灯火灿烂的中国梦，灯火荡漾着青年的歌。有请泰安学子，中国音乐学院的安琪，中央戏剧学院的车新瑞，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李博涵演唱《灯火里的中国》。故事的街巷与灯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回望一串串从灯塔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往常烟火在节日诉说，似曾相识带着巍峨，
中国的中国青春婀娜，中国的中国胸怀辽阔，中国满卷的万里山河，初心焕回了百年承诺。中国里的中国青春婀娜，中国里的中国胸怀辽阔，中国灿烂的中国梦，中国荡漾着心中的歌。船帆从灯塔越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望长夜我在街语诉说，清风生成时代的巍峨。中国你的中国青春婀娜，中国你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灿烂的中国梦，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满天的万里山河，初心焕。海拔1545米的泰山之巅，常年驻守着一支特殊的火焰蓝队伍，他们扎根岱顶，赤诚奉献，有疾必应，有险必救。他们就是去年荣获齐鲁时代楷模的泰山消防救援站。同志，打我从中队一出来，您就跟着我。不是，您是恩人。恩人？你忘了啊？前两天我在山上迷路了，拨打求救电话，是你把我从山上背下来的。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没印象就对了。啊？你累晕了？都怪我太胖。哎呀，是你呀、啊！哎，我想起来了，太沉了你、啊。不是，你今天找我有事啊？我特意来感谢你啊！感谢我，还给你买了水果，俩橘子。哎呀，一边走一边吃，就剩俩了。我再给你买去啊！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同志，同志，再见啊！哎呀，恩人啊，这么巧啊！不是。您是？你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救命恩人？您忘了？哎呦，那天他失恋，心情不好，站到山顶上就要跳崖，在关键时刻是您从天而降，一把抱住了他，救了他呀。您儿子？哦，你看。这是您儿子呀。真是太感谢你了，以后啊，你就是我儿子的干爹了。哎，干，哈哈啊，行行行，那您还有别的事儿吗？我这还有点事儿，要不我啊，咱就那再见啊，再见，干爹。再见啊。
到了，进来吧。哎呀，哎，你们家真漂亮，就挺有点热。好啦，王班长。停。张嘴王班长，闭嘴王班长，咱俩都谈恋爱了，你能不能换个称呼？那叫什么？哎呀，你能不能好好的？可不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啦？随时可以。嗯，是这样啊，听说昨天那位游客在玉皇顶上失足坠崖，你是第一个用绳索下降搜救的，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我没怎么想，因为我是班长，我得带头上啊。那听说下降到30米时，悬崖出现了断层，你害怕吗？害怕呀，因为当时能见度不足3米啊，下面什么情况根本不知道。我早一秒下去，咱们的坠崖者就能多一份生还的希望。这是你执行过最危险的任务吗？不是，我告诉你啊，我们中队不一般，日夜坚守在泰山，消防车上不来，翻山越岭全靠电。要问哪里最凶险，首屈一指18盘，台阶窄，悬崖峭，你站在上边都打颤，都打颤。哎呀，怎么了？昨天晃了腰一下。哎，你快坐。哎，你说说实话啊，你第一次出任务的时候害怕吗？不害怕，因为我第一次出任务，是我们队长，哦对了，也就是你哥亲自带我去的。当时我们队长就我2个字的评价：神勇。废物啊！不是，我那时候不是新兵吗？不了解情况。后来我们队长就带着我走了一次盘道，看了一棵青松，访了一位挑夫，学了一遍队史，让我彻彻底底的了解了我们中队的光荣历史。尤其是我们中队啊，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泰山卫士的荣誉称号，咱能给中队丢人吗？从那以后啊，我就每天泡在盘道和悬崖上。盘道、悬崖，那就是我们的训练场和跑道。知道现在大伙儿都怎么称呼我吗？怎么称呼？登山小白兔。我看你可不像小白兔。那我是羊驼。羊有羊驼吗？谁呀？我，你哥。我哥。队长，不是哥怎么办？他要知道咱俩的事，你就完蛋了。你也跑不了。怎么办？等会儿你冷静。他走门，我走窗户。哎，15楼。15楼怕什么？30楼我都跳过。没绳儿。那个，我藏窗帘后边啊。好。嗯。妹子。哎。开门啊。哎，来了。不是你干什么呢？你磨磨蹭蹭的你。哥，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呀。啊，来，送你一个美容仪。啊，还是哥最疼我。那是啊。哎呀，哎呀，我说妹子呀，啊，你说你一个女孩子是不是？啊，你能不能利索点呀？啊？我怎么不利索了？我闹闹你，大白天你拉什么窗帘啊？啊，你就不能把窗帘打开通通风吗？真是的。哎呀哎呀，怎么了？我这腿碰了。没事吧？你快看看。好好，来。哎呀，好疼啊。哎呀，你就注意着点啊。没事吧？没事了。哎呀，你把它通打开是吧？嗯，通通风多好啊。嗯，对身体也好是不是？对。你看看你那个柜子脏的，一层土，你就不能把它给哎哎哎，猜猜我是谁？你是小乌龟哥。哎呀，你看什么呀你？我给你一个惊喜。什么惊喜啊？你往前，再往前一点，往旁。哎，坐下来。你快快快快说什么惊喜？哎呀，你猜。我哪有时间猜呀？我天天忙死了，我还猜。什么惊喜？啊，那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哦，我知道了，这就是那惊喜，你给你哥买的生日礼物。对。哎呀，我这妹妹呀，太好了！我问你啊，你哥还有多长时间过生日呀？还有半年吧。还有半年，你现在给我买生日礼物呀？哥，你每年过生日都不回家，每次都在外面工作。那我这不提前给你买礼物，
惊不惊喜？还是你贴心。那我试试啊。哎，试试。给我买了件西装。哎呀，我这，我。哥，我这就投诉他去啊。不是，妹子，你这西服你这也是吧？太紧身了你。哎呀，不是，这衣服怎么还一股汗味呢？汗味的，这汉字牌嘛。哎，哥，我跟你讲，这衣服穿上呀，特别有男人味儿。嗯，是，我闻到了，确实是有男人味儿。不过我跟你说啊，哎，以后啊，别再给我买衣服了，你买你也不合适，浪费钱。哥，怎么说话呢？谁让你是我哥呢？我不给你买，给谁买呀？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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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这小嘴甜的呀你。行，今天来有什么事呢？我就来看看你呀。看了吗？看了呀。走吧。好嘞。哎呀，我走。啥意思呀？我刚进门，屁股没坐热呢，就把我往外赶呐。哎呀，哥，你不是忙吗？你这不也看我，我挺好的，是不是？我这还忙着呢。写东西啊，行，赶稿子啊，还赶稿子，必须得交。哎呀，啊，妹子，你在写关于消防队员的报道。嗯，我给你说呀，妹子，哎，你作为一名记者，就应该好好的宣传宣传消防队员的故事，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知道吗？嗯。哎呀，来，坐。嗯。我跟你说啊，啊，别的不说，就说我们中队，行不行？嗯，我们中队的那些队员呢，都太不容易了，好吗？嗯，我回头好好的跟你聊一聊。哎，不对，我还回头干什么呀？我啊，不是，我今天就没事儿啊，是不是啊？对对。啊，那这样啊，我跟你说，我今天就跟你聊聊，好不好？好。好，说谁呢？这样，我们中队那个小王，啊，你还记得吧？你之前采访过他呀？啊，昨天啊，在玉皇顶上有一位游客失足坠崖，小王是第一个冲到了现场，第一个挂上了绳索，抓就下去了呀，及时呀，挽救了受伤的游客呀。哥，啊，他平时表现就这么英勇吗？哎呀，我跟你说吧，就这个小王呀，是我们中队毛病最多的一个人。啊，他有什么毛病啊？他毛病太多了，他的腰肌劳损，他的颈椎错位，他的膝盖损伤，他这个脑子还有毛病，完美。来，我跟你说啊，哎，他之前的那些呀，都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的伤，但是这个人思想觉悟一点问题没有啊，那是有难必抢，有险必帮啊。太感动了。嗯，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宣传宣传咱们消防队员的英雄事迹啊。我跟你说呀，妹子，嗯，你能宣扬消防队员的事迹，嗯，我特别的高兴。但是你作为一名记者，我觉得呀，你更应该向大众向社会宣传宣传消防安全知识。比方说啊，家庭防火就特别重要。咱们坐的这个沙发，我问你，沙发的两侧一般都有什么呀？有什么呀？插座呀！啊，对，你想想，现在很多人为了方便，对不对啊？对，这个沙发的两侧装上插座，啊，是手机充电，嗯，但是充完了电它经常不拔，这就很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嗯，所以说，当你每次充完电，一定要记着把这个插座就拔下来。再比如说，沙发的后面有什么呀？啊，有什么呀？电线呢，是不是？嗯，哎呀，一团一团乱糟糟的，一定要把它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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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把它捋顺了，这样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哥啊，干什么呀？你说的呀，嗯，太好了。还用你说呀？还没说完呢，记 啊记。再比如说，嗯，这个家用电器，嗯，像什么热水器。饮水机，豆浆机，还有这个啊 ，WiFi 路由器。哦 ，WiFi 路由器一定要注意，随时的关掉电源。嗯，这是家庭防火。嗯，再说了啊，山林的防火就更为重要了。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泰山。嗯，
山上有11家的重点单位，还有40多家的天街商铺啊。嗯，每年光上山的游客那就能达到500多万人次啊。尤其是这个除夕夜，哎呦，山上呀那是人山人海，人挤人，人挨人，安全隐患就会存在呀。所以说我们就必须随时待命，确保万无一失。哥，嗯，我说你怎么每年春节都不能回家过年呢？防患于未然，责任重于泰山。好，嗯，放心吧哥，我今天就把稿子赶出来。你这个态度非常好。嗯，改完了之后让我看看。啊，知道了。行了，我走了。哎，我找小王还有点事儿呢。找小王。哎，嗯，喂喂，你在哪儿呢？我在商场呢。我怎么听你说话有点回声呢？我在试衣间。哦，你是在柜子后边试衣服吧？干嘛呢？我说我买苹果你信吗？我信，我信你个头啊，出来。不是，你们俩什么情况啊？哥，你听我说。哥，你叫谁呢？不是，队长，那个你听他说啊，说说呀，什么情况啊？哥，实话跟你说吧，我们俩谈恋爱了。哎呀，妹子，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不能找消防员。哥，小王，不好意思啊，我这不是针对你，妹子，哥没有别的希望，哥就想你这一辈子能够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消防员这个职业太特殊了，根本没有时间陪家人，24小时随时待命，你以后过日子需要人照顾需要人陪的时候，他根本就陪不了你。再说了，这份工作的危险性有多高你比谁都清楚，万一哪一天他要是出任务回不来了，你可怎么办呢？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消防员也得成家呀。正因为你们平时这么辛苦这么危险，才更需要有人站在你们背后默默地支持你们，给你们一个温暖的家。我选择小王不是一时冲动，他聪明善良有担当，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好，他能奋不顾身地去救一个陌生人，更何况我呢？在感情里，我最看重的就是安全感。我从小就喜欢英雄，在我看来，你们就是英雄。哥，当初嫂子看上你不也是因为这个吗？哎，你这也说的不对啊。我跟你说，当年你嫂子看上我，除去因为我是英雄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什么？那就是你哥我长得帅。对，我哥最帅。哎呀，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没有意见呀？没有。不是，妹子，我就纳闷了，你怎么能看上他呢？哎，你看看啊，你看看这个人的个头，他这个个，他比我好像高一点。哎，你再看他这个五官，他这个五官长得的，他鼻子眼儿这都有是吧？你再看他这个身材，他这个身材，他好像比我苗条。行了，就这样吧。报告中队长。天降暴雨，山上有孕妇被困，万分危急，请速支援，马上归队。什么？
放。是。哥，你们走。平安回来。我们的幸福生活，正是有你们在默默的守候。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希望你们能平安回家，希望全天下的消防员都能平安回家。集合！同志们，天降暴雨，山上有游客被困，情况十分危急，考验咱们的时候到了。冲得上是英雄本色，守得住是人间大爱，关键时刻咱们就是咱们就是忠诚的泰山卫士。你是遥遥的路，你是明月清风，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是岁月长河，你是我之所来，愿你所愿的团圆，梦你所梦的实现。如愿写你未写的诗篇，天边的月，心中的念。如愿你在我身边，与你相约，一生清澈如你年轻的脸。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这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握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愿活成你的愿。人不忘啊，人有忘啊，这生是每一天。血脉流不断，山河岁岁新，天地恩情永难忘，心中扎下根。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不忘岁月勇往直前。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生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你是何日所来，也是我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歌。有请泰山学子，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李宏轩演奏大提琴《我和我的祖国》。今年17岁的李宏轩曾多次获得国内外专业
想马弟兄当作手足行，今日有人解黄冈，杨林新闻到大堂，拆迁了反复联名群雄来查访，一路寻来暗思量，有军大无难装饰，又可以我谈断了想儿危险的地。Thank you.
漫漫长路奔向远方，辽阔大地洒满阳光，鼓起复兴的力量，初心把我照亮，同心奔赴梦想。穿过惊涛骇浪，信仰可复漫长，党把人民放在心中，人民把党记在心上。信仰可复梦想，新征程我们一起远航。上座，吉祥大江南北，吉祥千万家，红红的红船带领飘长啸，美醉明月清风，美醉乐云霞。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伴你逐梦海角天涯。我的祖国，我的乡亲，听咱财神的福回家。愿丰收丰年，吉祥如意，伴你漫漫长路，日进如花。上座，吉祥大江南北，吉祥千万家，红红的红船带领五条长条，美的明月清风，美醉的云霞。吉祥如意，伴你漫漫长路，日
是如花，我的父我两亲应把泰山的祝福收下，愿风调雨顺过三里岸，伴你出龙拍着天涯。我的祝福我两亲请那泰山的祝福归家，愿福寿亨利吉祥如意，白马满长路自己如今天的中国是梦想接连实现的中国，泰山的祝福，盛世千家乐，新春万事兴。今天的中国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泰山的祝福，锦绣山河美，光辉大地春。今天的中国是更续民族精神的中国，泰山的祝福，艳阳照大地，春色满人间。今天的中国是与世界密切相连的中国，泰山的祝福，万里春风暖，九州气象新。时光不恋过往，孜孜以博来时。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开局之年。让我们携手同心，实干笃行，用每一个人的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泰安。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大家新年快乐，皆得所愿。泰山的祝福，2023泰安市春节联欢晚会到此结束，让我们明年再见。再见。回家，愿福寿康宁，吉祥如意，伴你漫漫长路，事事如花。我的祖国，两亲应把泰山的祝福收下。愿风调雨顺过三里岸，伴你出龙拍着天涯。我的祝福我相信，请那泰山的祝福归家，愿福寿亨利吉祥如意，白马满长路。